你是沈向东吗？我是。你们？我们是纪委的，请跟我们走一下，配合组织调查。经市委批准，蓝光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徐光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。蓝光集团是我市大型国有控股企业，是国内煤炭行业的领军企业。小李啊，昨晚上干嘛去了？看新闻了没有啊？哎，我看了，我看了，听说那个蓝光集团徐光明进去了。新闻报道里都有。哎，最近你这个进去的人太多了。是的。哎，不都是不说他了，不说他了。怎么样，你家宝宝咋样啊？哎，最近天气热，难带呢。哦，所以你才看新闻的是吗？没有事。哎，不过最近呢，进去的挺多的，这个报道啊经常有。哎，梁书记的，您今天来这么早啊？您是去办公室吗？对，办公室。老领导，向东啊，您最近还好吗？哦，向东啊，有事吗？是这样啊，今天的新闻里说啊，徐光明进去了，我感觉不太对劲儿啊。最近我身体感觉不太好，向东啊，这种事儿你呀，就自求多福吧。小张啊，光明进去了，听说了吧？是啊，梁书记。我说啊，上次光明让你送来那20万，我暂时也没什么用，你今天就来把它拿走。那是两码事儿啊，再说了，我就是一跑腿的呀。小张啊，我们是自己人，他要是在里面乱说起来，总不太……哎呀，没事的，梁书记，徐总他是聪明人，他不会乱说的。
同志们呢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各地的反腐倡廉工作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现象还时有发生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还不到位，对比我们必须高度重视。怎么回事？是纪委的，我们走一趟协助组织调查。原来传闻是真的，刚刚很幸运，一转眼就是进来求助。谁让他平时这么嚣张，活该。看来今天晚上又有人要失眠张大律师啊，好久不联系了。向东啊，又关心什么事了？汪明进去了，你知道的，我压力挺大的。你和他关系不错，我是知道的。有那方面的事情吗？龙伟兄啊，你我不是外人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不是小数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风声很紧。老徐要是在里面一到，那可就说不好了。我说啊，你自己抓紧时间先梳理一下，我回头到你这也帮你理一理。好好，那这两天啊，请你无论如何过来一趟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要是在里面一到，这种事儿就让徐总那些聪明人他不怕乱说的。Thank you.
萄酒惹得了灾难。梁书记啊，最近一段时间逢酒的事情一定要谨慎，这两天特别要小心。有办法解吗？梁书记，老徐和老李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有的事情呢帮得上忙，有的事情可不一定啊，你可要提前做个准备啊。这是一道符，如果过了这一关呢，就一生无忧了。杨洋啊，最近还好吗？爸，我挺好的，有事儿吗？没事儿。学习紧张吗？有空啊，多看看书啊，多参加一些活动，少抽烟，交朋友呢要慎重，不要乱花钱呐。爸，您没事儿吧？我这边可是深夜呀，宿舍里其他人还要睡觉呢。没事儿，也没什么事儿啊。我也就是呢，想起来随便跟你聊两句。就是要告诉你啊，你要学到真本事，毕业以后呢要靠自己，不能老指望我们呢啊，是不是？只有学到了真本事才能走得远走得稳呢。嗨，爸，我知道了，没什么事儿我回头给你打电话好吗？好吧，那你有空多打电话回来啊。要出门吗？是啊，我能到哪去？叫你不要和那些人来往，你还一次次拿他们的脏钱，这下好了，全完了。不拿那些脏钱，你怎么带得起名牌珠宝？儿子怎么出得了国？咱们怎么能住到这里呀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想也没有用了。你说我干嘛要拿那些钱呢？你是梁山东吗？我是。你们，我们是纪委的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组织调查。